瞧，天哪，太阳真他妈打西边出来了。你居然会先敲了敲门再进来，呵，这可一点都不像你的作风啊。嗯，莫非有什么事情要求我？求你最可爱的妹妹，哈哈哈。坐吧坐吧坐吧，你傻站着干啥呢？啊，哎呀，什么事儿啊，说吧，只要是本妹妹可以帮忙的，我一定会帮你的。这是什么？不是，你收到录取通知书了？爸妈都知道了，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。等等，我看一下，嗯，北京搬砖大学，怎么回事啊？嗯，不是说好要留在这里的吗？北京。我不想理你了，你出去！我让你出去，你听见没有？你解释这么多，有什么用？不是，本来我们说好的吧，说就留在这儿。你说你如果不能天天来看我，你也可以每个星期都来看我。你说你才舍不得离开我呢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啊？你们男人说话是不是都不可信啊？什么叫这里的没考上，这里没考上，你北京就考上了？北京这个学校分数低，怎么可能？你难道不知道搬砖现在是多么热门的专业？这么多人抢着都要搬砖，怎么可能分数低？你就是骗我，你就是没有填这里的学校。没有，我你这种人，我才不会哭的。我不相信你，你不要说那么多了，行吗？事实都已经摆在面前了，北京搬砖大学8月30日去北京报到。现在几号了？你现在才告诉我，对不对？你也知道我会骂你啊，你也知道我会受不了，那你干嘛要去呢？我知道了，我他妈算是知道了，你肯定就是为了你高中时候那女同桌吧，是吧？是不是她要去北京？她要去，所以呢，你也就跟着去了，对吗？哼，好一对鸳鸯呀，真是的。就连考大学都要在同一个城市，真是浪漫呀。嗯，那家，我跟你说，其实呢，我对你这么好，只不过是为了想要录节目而已。你以为我会真的这么喜欢一个哥哥？哼，我是喜欢女人的，你知道吗？行啊，出去吧，我不会再对你撒娇了。走。干嘛？大夏天的，你要这风铃热不热啊？
吵死。我说的话你听不到吗？我说吵死了。到底要说什么？哼，是我为什么要把风铃挂在我书桌前？这有什么好问的呀？没地方挂，这不只能挂那了吗？那这四个都挂着呢，那又怎么啦？唉。是你送的，我可不是因为喜欢才挂那的，我才不喜欢。不喜欢为什么还天天看着？你看错了吧？我哪有天天看着啊？你瞎了？不要再说了。什么？什么叫每个月还是都能回来看我？每个月跟每个星期能比吗？一个月有四个星期，你每个月回来看我一次，比起每个星期回来看我一次，每个月就少了三次，一年就少了36次，你知道吗？什么叫刚还说讨厌你，又还要这么迫切的想见你？我想多见你，只是因为想看看你过得好不好，有没有被别人拐走？
着你妹妹变成第二个姥姥了。什么叫臭不要脸？一切皆有可能嘛，就不能让你妹妹稍微这么陪你做梦一下，稍微幻想一下。虽然我现在水平很烂嘛，我可是才学了两个月不到哎，准确的说应该是一个月加两个星期多两天。你不在了，都没有人陪我练琴了。爸妈都对这种不感兴趣，也只有你陪我了。干嘛？我弹的那么难听，你也想听啊？我都不会弹什么好听的曲子呢，都是练习曲啊，拜厄、哈农，看的人头都要大了。好吧，那你就再陪我练一会儿。